没有，你们要画多大？对，我要画多大？这画四高也不错啦。啊？还是你们都习惯画大张了？那是老师规定是要画大张的。可以，也可以啊，老师你是对开的，是啊，我们就是画对开啊，我也很久没有画对开啊，所以画起来又怪怪的。只有你有而已啦，你们两个有而已。你们两个比较阳光。好了，你们画对开。你们两个就画对开啦，对不对，老师？对对。好啊，那你们怎么样？画多大？老师，画开呀。画开。你讲那么久，说画开。画开四开，反正四开就要有的长度，再另外再画开就。嗯。交件。啊？我们要两堂课要补哦。哪一堂？就是要早一点补，要不然到最后都要过年了。好。早一点补。就春节啦。哎，下礼拜哎，我们要讨论一下什么时候补课好了。圣诞节要补课。当然要补课啊。圣诞节国定假日啊，还有补课。啊，他就规定要补课。春假没有那么好的事情。今年真的很早就过年了，然后明年论瓜。可是你们已经在教课纲了哈。对对啊。两个端午节。都随便逛一逛啊，明年啊就知道。哦，因为啊，说说明年要，就是因为那个比较早，要提早招生。提早招生，明年怎么可以？老师说提早招生，可以啊。怎么样叫做提早招生？因为那个，因为那个什么？对啊，因为过年比较早。1月25啊。1月25就除夕了。我一直以为2月初。没有。对，今天好像比较早。对啊。2月就已经过放年假了。已经春假放完了。对，上学期听你说要结婚的结果没有啊？真的吗？要结婚了吗？对啊，为什么没有听过你就要结婚呢？有什么那个吗？结婚假病呢？对啊，没有。我上学哪里听的？就大家都乱讲，讲的就好像真的一样。讲跟真的一样啊！哎呀，你说要我请你们吃饼干，就说一声就好了。黑啦黑啦！我去买，我去买。大哥，你先来。嘿，出来！那边有没有鱼？对啊，我去买，那么吃吃吃，不过规规锅都东西了，真的为什么？真的都没工。啊？啊，因为他那个没有贴屏，没有贴屏啊。我想讲老师，你那话唔对款嘅，一个什么啊？对啊，老师你也要签字啊！我想讲吼，张继白甲你讲啊，个条条啊，你吐槽。然后带我吐槽的对啊。那瓶子怎么会长这样子啊？哦。然后也想说，那瓶子是刚好是斜的，然后我想说，我是应该睡着。睡着，我都这样吼，伊咧构图我都有看。啊、你就故意不讲就对了。我等到礼拜来你讲啊，我想讲个爹吼，通啊，你吐槽。您心机拢够贪的。无啦，我心存善良的心心呐。画错也都不讲。我一直以为他是对的，然后是看外世界是错的，只有你觉得他是对的。嗯？不是，阿南老师我认错，那个贴纸翘起来。有点翘起来了，就不也不用这么画了，因为画了就造成别人误会。可是如果不这么画，你如果把它画顺下来，两个瓶子的那个好像也蛮一样的。要改写，哈哈，加油，对。
说改这个颜色哦。就被围料了，我听。就这样了哦。礼拜五了，都会这样。我是讲，我以为困去啦。我叫我打入生计，有人吓着。屁好人吓着，是我们好人吓。好人吓着吗？你给我打。他给我打，他告老师，他给我打，他给你打，你还告报告什么？就是这样。重就，因为染太重你就没办法回去啦。等你染轻一点可以再染。就是染太重就没救了。就没救了，对啊，因为就染不重。我们不知道，你不要讲，我们不知道。可是我心里过意不去。开玩笑，没有啦，就是慢慢染就好啦。其实就再刷一层水再染，其实比较稳啊，应该是说它比较稳定。日本还是对比较没办法，就是你染的时候当然是也是可以，但是你就是要在水分上控制要再多小心一点。哎，老师，我印那个版画阿奇斯的，还有那个印起来不漂亮。不可以用阿奇斯的印吗？可能用那个比较那个插画纸印起来还蛮漂亮。对啊，版画不能用阿奇斯的印。哦，真的。对啊，它有专门的版画纸啊。哦，真的。对啊。如果不用它取石的印的话，用黄色素描纸印就可以。黄色素描纸。对啊，那很便宜啊，黄色素描纸印起来就很漂亮啊，或是白色素描纸印起来就很漂亮。不要去，对，不过要看啊，看你是用什么板。我印那个橡胶板。橡胶板用白色素描纸印就可以，就很漂亮。不要去用那么好的纸印，浪费。很凶啊！你以前读国中的时候，没读班的时候，也都是一两点睡吗？十一点睡。十一点睡，三点起来。都没睡。三点起来读书啊！哇，好拼啊！都不会睡。不能睡啊，读不完。啊，夸张哦。我告诉你，我宁愿孩子十点睡，三点起来，因为十一点到三点那个时间是最好的睡眠时间。你说你十点睡，十点睡三点起来，是怕他那个先挂那个今年的四个小时，那这样我很相信，也有比较快乐，也没有比我们那个时候嘛，也很轻松。没有啊，反正压力这么大，好不好？那我不用轻松。他就说要。
训练的时间。是吗？感觉好像蛮超的。我每一次讲他，哪有哪有，我说就有，怎么没有？我就讲了那么多钱。他不喜欢他，可是他就是不爱读书，他现在还是给我买一次。他那个好多版本，那个那念不完。不然人家国外读书都没像我们台湾这么辛苦了。对啊，有时候比较多。